你好，欢迎收看台下播新闻，我是苏胜文。不知道观众朋友家里的洗衣机是多久才清洗一次，也是说完全都没在洗呢？最近在网络上流传这样一张相片，在洗衣机的滚烫底盘白摸摸，看起来像就是蛤蟆壳的东西，这若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一定会很惊。但清洗业者说，其实他们常常看到，这是因为水质较硬，加上洗衣粉溶解不完全，还有衣服顶端的垃圾物做伙掉在顶端，当然这衣服得安怎洗也洗不清气。看到这种画面，你会想到什么？像那个沙滩那个啦，岩石那一种，岩石上面贝壳这样子。不过这不是贝壳，也不是牡蛎，是洗衣机滚筒底盘的污垢。第一个就是水质的问题啊，然后再第二个是有可能他用洗衣粉，对，洗衣粉它溶解不完全的时候，它会沉淀在底下堆积嘛，那堆积久了，它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垢在那边。洗衣机的垃圾卡在滚筒周围和底部，时间一久，若无去管伊，可能会越来越歹清理掉。我刚开始也不晓得洗衣机有这么脏啦，后来看到才知道。它其实衣服就是洗不干净啦。那如果说皮肤比较过敏的人，他就会很明显的有感觉到说，衣服是没有洗干净的。清洗业者建议，洗衣机如果每天都有使用。上好是每年拢清洗一遍，避免洗衫的耗能降低，嘛延长机器的寿命。台新闻张桂端、蔡玉凯台中报道。来看一寡较轻松的新闻，伫高雄的新上国小，学校内面有一条绿色走廊，种了真侪蔬菜。过去伫休闲以后，全部变成是中昼顿的好料，但即马学生决定要将即寡上新的蔬菜来预备，希望分享好滋味，也可以当做爱心。这个是秋葵，这个是白玉萝卜啊，这个是高丽菜，这个是九层塔，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很好吃。油台顶端所种的每一项蔬果，拢是高雄新上国小四年学生亲手种的。学生搁要来做预备。义卖后那些钱要捐给更需要的人，帮助更多人，然后那些东西也可以让其他人吃得更安心，因为都是有机，没有撒农药的。义卖的所得，他们又变成一个可以帮助弱势儿童或弱势团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其实这个历程来讲，对整个人生人性的提拔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家己种的蔬果会当帮助别人，每一位学生拢是真用心在照顾，就是希望会当修行更加好。学到要怎么照顾植物，然后把植物照顾好，也会有好的收成。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种的，然后都是新鲜的，都没有加一些农药之类的。如果卖出去的话，可以帮助这个世界。一步蔬果就是我们从教室踏出来，大概一步的距离就是到我们的花圃这边。学生搁家己有了品牌，而且把蔬果收成的画面放伫学校的网络顶端来预卖，得到家长真大的支持。家己种的蔬果来进行预卖，以后卖继续落去。台新闻许文玲、林道明、高雄报道。另外，在大邱主题基金会在大邱国中设立了证书阅读自行，而且符合当地地名的特色，也阁设计出一张大邱，内面摆了满满的书，希望会当开发学生读书的风气。揭牌。全台第63间证书人文乐土空间，伫个高雄大邱国中成立。它的名字就大树国中，然后就在这个近视业读书生有一个大树，然后大树林立，然后能够庇荫别人。将朱恩打造参像学校的名，朱泽志刚单笔会阁请来设计师。在图书室的壁设计出大树的意象，想要有一个更吸引小朋友喜欢来阅读空间的这个想法，所以就说，大树国中，那我们就以一个大树的概念来设计这个书柜。两个月时间过程，志刚甲学生同心合力，做伙改造图书室。书圈设计过程当中，因为只有实际的志工是很辛苦，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从规划设计，我们也叫了很多学生来帮忙，包括可能整个环境重新的建制。里面很大，而且书变多了，然后环境也很大，所以会想要常来。让孩子好亲像在大树下读书，这么悠闲愉快。大树伴着竹棒，要让这顶新家透过知识的力量发光。台新闻李嘉欣、王昭忠、高雄报道。
今日上的天气，我来到新竹，今日透早和环保志工进行洗白祝福。其中一位环保站的站长林新慈，就分享到在20多年前，因为意外留下疤痕，接触到组织以后，才走出伤痛，学会转念，也感恩组织给予付出的机会。28岁那一年，无偿献血，在我上班的地方，突然间一声巨响，腐蚀性的化学溶剂爆炸。想起到20多年前那场意外，伊的心情真平静。但是对当时的林新慈来讲，唔那是有一段真长的复健路要行，而且面对心魔更加是痛苦。曾经伊封闭着家己，一直到接受注射，才打开了心门。阿妈军顶官早就伤痕，参加着水产，伊互相转念，而且即马更加是环保站的站长，互相付出嘛，互相感恩。我身上的伤痕印记。他注定要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一辈子，可是我现在感恩他，我感恩他让我有机会入此际听闻佛法，行菩萨道。上林兴趣来到新竹，大家所坐的都是环保志工，很多人都是老菩萨。上林希望你会大，但是心不能来年老。我们还有跟年轻人一样的体力，还有比年轻人更敏捷的动作，因为我们历练嘛，70、80年了啦，我们的经验比年轻人的经验多。感恩众人会记着善念，也提醒着大家，唔那是心外爱环保，心灵嘛爱环保，做回来爱护大地。台新闻林奕婷、柯信智新竹报道。住在海外将近恩信爷在台中持续进行。今日的人物故事，要来看到的是54岁杨瑞珠。伊在英国生活了20年，5年前开始接触组织，不过当时先生并不认同，加上细汉查某囝在青春期，家庭的关系是小可紧张。但是坚定行德，让伊慢慢来改变了家庭的气氛。即妈妈发愿要接引佫较侪灵感菩萨。啊，身躯早就笑容，为国际赈灾无心无爱。杨瑞珠20年前对着翁婿移民到英国，因为林爹真生疏，所以家里组织。只要有活动，我就会去，因为慈济需要我，我也需要他，所以说做这件事是很发喜的，能够帮助别人。落去做人嘛，曾经参加着抄经班，平静心念。曾经翁婿无支持伊家里组织。厝内人的感情嘛，因为观念差别，遭受了考验，是父亲的关怀，是接受了护法，为他打开了另外一扇窗。上人说，改变别人是很困难的，先由自己改变。那孩子也陆续也了解这里，那回去后我们都会有沟通。先生也一直有就是答应他来受证，甚至帮他看自传。帮他修改自传，我觉得说他总有一天一定会走过来，总有一天他一定会拨云见日。杨瑞珠讲，伫咧组织大家庭，感受到真侪无求回报的爱，和家庭的关系有了转变。伊会找到这份的感动，伫英国继续付出，接引更加侪人间菩萨。台新闻郭月玲、郭志忠台中报道。随着组织的政治也向世界各地，现在有各国的人士做会加入新的队伍，所以在今年的赢队课程考验人员也充实精进，而且在影像记录上也有新的突破。海外精进演习营学员来自20多国，课程休息都靠翻译志工。上人说不是只要有英文的翻译而已，要有各个语的翻译，要有西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等。然后上人就说其实中区这么大，其实一定会有这样的人才。但志宏长期在中南美洲工作，太太阁是秘鲁人，西班牙语对伊来讲就好亲像母语，但伊犹原谦虚讲，爱加充实学习，才会当将组织的精髓翻译透彻。透过这段短短的我参与的一个翻译或者是个采访的部分，我就感受到说，其实上人法真的是没有语言、还有宗教、还有文化的背景的障碍，能够传达给很多人。
随着自制种子散布伫个世界各地，愈来愈侪当地人加入志工行列。承担海外营队的幕后工作人员一点啊拢袂当放松，两个体设备拢持续前进。以前需要动用大量人力来整理录影的档案，经过剪辑才会当做成影片分享伫个网络。今年张廷旭将脸书直播的概念套用伫个软体顶面。我们就可以把课程的前面的片头片尾，包含中间的字卡，这些全部在一个虚拟的导播机上面，透过软体就直接在上面做切换。节省人力、时间，位置嘛比以前更加好。为了完满任务，中区团队每年拢有新突破。台新闻台中报道。以上是台记新闻的部分，继续国际新闻，咱将时间交予荣轩。好，谢谢盛文。国语新闻部分要先来关心动物。印度野生大象是濒危的动物，常因为被豢养驯服成为骑乘工具，受虐而遍体鳞伤。在动保团体的努力之下，全印度第一家大象医院开张了。抱着一堆消毒药水，兽医小心地帮大象搜集抽血检查。Go through a lot of abuse, brutality, cruelty in order to be ridden.这些受虐的大象现在有了可以获得悉心医疗的地方。印度第一家大象医院在北方省开张了。Been equipped with very portable, mobile kind of machinery. So if an elephant is hit and run very far away anywhere in North India, we can go there and we can take care of it on site itself. 印度有20,000多头野生大象是濒危动物。虽然大象在印度被视为宗教象征，但却常因为误闯人类居住地、践踏农地而被追捕，更常被驯服成为骑乘工具而受到残忍虐待。The abuse that they've been through, the horrible shackles that were put on their feet and the bleed and pull up, and to see them all healed up, it's just really nice, yeah. 这家动物医院是由一个动物保护组织所创立的，不止医治动物，也是教育中心。让对动保有兴趣的学生来学习，而痊愈的大象会被送到附近一个大象保育中心去受到更好的照顾。大新闻吕芳编译。企业回馈社会，在东莞台商协会庆祝成立25周年，举办了爱心义卖原油会。当地的慈济志工也设置摊位，倡导环保，推广果皮酵素的制作。庆祝25岁的生日，东莞台商协会在后街广场举办圆游会，邀请慈济志工推广环保。我们里面有柠檬，还有橘子。一般的柠檬、橘子做出来的最香。志工介绍环保酵素的妙用和做法，更设置专区让民众试做。我就觉得很好用啊，洗东西啊都很干净。为了减少垃圾嘛，我就会。告诉他们把这个垃圾利用起来。除了让果皮厨余延续用命，志工更有实际行动带领大家分类，要清净在源头。啊，我看你今天都在这里一整天了嘞，你没有觉得辛苦啊？不会，不开心。为什么呀？因为欢喜做，习惯了。在家是这样做吗？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做环保好像比较尴尬，因为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就突然在翻垃圾桶嘛，好像总是被别人看着，就觉得好奇怪的样子。然后我就硬着头皮坐下来了，就觉得好像也还没什么。两天的圆游会，志工不止弯腰做环保，也挺身说环保，希望让爱护地球的观念分享给更多人，共知共行。大爱新闻之盛美志工于宝良、林君席、杨水红，广东报道。法入心，法入行，马来西亚人文学校演绎的两场父母恩重难报经，赚人热泪。有的人想到了在疗养院的父母，有人欣慰自己的孙儿都很孝顺。经过数月的筹备和陪练，由人文学校演绎的《父母恩重难报经》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观赏，一幕幕逼真且似曾相识的场景唤起共鸣。父母恩真的难报，虽然说我妈妈已经不在人世，我们有尽孝，可是觉得还是不够，永远永远报不完。妈妈回他们失业，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去照顾她。所以我把它放在疗养院。
感触就是说很对不起妈妈。一心来支持孙子演绎的七旬夫妇，也动容于金藏传达的为人父母的艰辛，感恩子孙都非常孝顺。看一下感动吗？这因为故事讲到那个 family 啊，爸母的物件个了啦，听真坎坷。伊咱做爸母人，啊，我家里有好人，咱真感恩。这次演绎也精心在观众两侧安排了法海区。他们站起来演绎、唱、收仪都好呢，感觉自己真就是在那个法海里面的一个莲花的池里面那种的氛围啊。真诚努力的演绎不止收获如雷掌声，也唤起观众内心或许沉寂的笑面。觉悟行善行孝不能等。带新闻马来西亚报道。屠妖节是印度教徒的传统节日，就像是印度的新年，大家会大扫除、采买装饰、布置家里。此际马来西亚百合花园共修处到照顾户的家中发放，让不方便出门的照顾户也能感受到过节的欢喜。欢迎集志工要来家里庆祝屠妖节，照顾户埃比利亚前一天就忙着布置，挂上应景的装饰。也邀请侄子协助设计古拉姆米图腾，祈求神明保佑。邻近的慈济照顾户也都受邀前来领取礼包，接受彼此的祝福。不方便出门的志工更是特地接送。Because I don't have money, I don't have my transport.So nobody is coming to see me. Only few people coming see me. I'm happy. 主人家很久没这么热闹了。Banyak gembira, banyak hari ini banyak gembira. Masa semua orang datang rumah saya banyak gembira. 除了在照顾户家中，百合花园共修处也有一场发放活动，华人、马来人都来参与，还有穆斯林老板义务提供餐点。I mean, principally Muslim. We also doing ourselves so many charity. But when I heard such a thing as this city community asked me to sponsor the food and everything, actually we can do that one. 印裔志工古纳南首次做司仪，承担翻译。我参与实际的，我很高兴了，因为尤其是我见到好多人，他们家。教我讲做帮人，族群融合互助，让热闹的庆典更加有意义。大新闻真善美之光马来西亚综合报道。节庆的陪伴，还要来看到这位印度裔照顾户巴拉马西文。他在3年前因为一场车祸下半身瘫痪，家庭经济顿时陷入困境。慈济志工一路陪伴、鼓励、关怀，也提供经济的辅助。趁着屠妖节到来，志工送上电动床，陪他开心过节。从货车上把电动病床搬下来，这是慈济仁义会与长期关怀巴拉马西文的志工要送给他的屠妖节贺礼。3年前的一场车祸夺走了弟弟的性命，自己也变成了瘫痪。巴拉马西文当时意志力脆弱，一度想要结束生命。Adik saya meninggal, saya dimasuk ward ICU. Lepas sebulan saya keluar dari ward, masuk saya balik rumah, hati saya.mengatakan kenapa menjualkan orang waktu ni hati otak saya mencakap nak bunuh diri. 瘫痪之后的巴拉马西文无法工作，经济陷入困难，慈济志工适时给予补助与关怀。他是很有意志力，想要再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帮他慢慢策划。怎样让他可以改变他自己的居住环境，他可以怎样从他自己的床到轮椅。志工3年来的陪伴深深感动了巴拉马西文，如今他已打开心门，也许下这样的愿望。Hello atau berjalan yang mungkin berapa lama pun tak apa, asalkan saya janji bantuan yang diberi oleh Cici kepada saya.Mungkin memberi orang lain macam saya. Dai Xinwen, Malaysia 报道。
怎么样帮助病患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在台湾南北两区的慈济仁医会前往创世基金会台东分院，为院友进行口腔保健，还有褥疮伤口外科处理，也首次使用了舒眠麻醉技术，让医师能够更顺利的进行诊疗。连续两年，慈济仁医会前往台东为创世基金会的院友进行口腔保健，情绪的控制一直是最大的问题。这次麻醉医师同行，应用舒眠麻醉技术，让院友平静下来。血氧机，同时也多带了两套监测仪器，提供血氧数据，了解身体状况。治疗过程因此顺利许多，医师也能够进行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疗。以前吼，咱硬的心唔甘，看到病家谈遐咧艰苦，谈遐咧杂做，啊，咱看囡仔，咱其实氛围嘛介无好，那因为好定静落来，伊袂安尼哀哀叫。六个月的定期保健，的确让院友们更加健康。实际在做洁牙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半年下来会慢慢发现，我们其实口腔的异味的确会变得很少。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肠胃道的一些疾病也比较少。另一方面，叶天浩医师则是一床接着一床为院友清褥疮，希望能够减轻痛苦。我们伤口部分在照护上，第一个院民比较快长肉，那第二个我们在于照护的部分也轻松了很多。好了，没事哦。115位志工和医师服务37位病友，弥补偏向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也真实守护每一个生命。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碧云、徐明坤台湾报道。印尼万隆的慈济志工也持续关怀贫困案角，每个月固定前往照顾户的家里访视，关怀长期受到病痛折磨的照顾户。志工的伸出援手，让他们的人生重新看到了希望。慈济万隆联络处每个月固定的居家关怀日，由资深的访视志工带领新加入的会议志工逐户慰问。家庭itu sangat penting ya。Makanya kita harus menjaga pola makan maupun pola hidup ya. Nah di situ kita bisa ambil kesimpulan bahwa hidup itu sangat penting untuk kesehatan ya. 很多照顾户因病而贫，即便就诊了，也不知该怎么服药。志工记录下他们的药品，也仔细告诉他们该怎么用。Peran relawan ini sangat penting sekali ya, terutama di sini untuk memberikan ilmu-ilmu ke pasien ya.Sana kan tu pasien itu mereka belum tahu caranya bagaimana berobat ataupun berobatnya secara benar ya. 每一次的家访之后，志工也透过共修会让新血轮分享他们的心得。Ya Tuhan, gimana caranya saya bisa bermanfaat bagi orang banyak. Jadi dengan misi amal ini, rasanya mungkin apa yang saya panjatkan doa pada Tuhan itu bisa terwujud.资深志工经验传承，让加入慈济大家庭的新人慈善付出有依归，爱的脚步也走得更踏实。大爱新闻立奇、加尔凡、布德利印尼报道。不只是菩萨道走得更踏实了，现在这一家呢，心更凝聚在一起。桃园慈诚委员受证暨岁末祝福第二场，慈济志工黄世木的两个妹妹同时受证，全家现在有六位都是慈济人，而其中有两位是过世的妈妈还有弟弟。兄弟姐妹很感念志工一路陪伴，还有上人的法，让他们的心安定，了解人生无常，度过了家人过世之痛。风雨无阻，慈诚委员受证暨岁末祝福，1200多人齐聚桃园静思堂。慈济志工黄世木的两个妹妹同时受证，母亲和弟弟过世时，感念志工的陪伴，让他们转悲伤为祝福。正要和我弟弟结缘的时候，马上那个电话来说，妈妈也往生了。我们当下真的没办法接受了，同时两个人，哈。还好，就是说这些师兄师姐到我们家的去抚慰，让我们可以说可以很快的安定下来，处理这一段，哈。然后也有听了上人的法，人生无常就是这样子。佛心失智，今年受证的郑伯文找到了新的方向。我听到了上人他在跟我们介绍受量银行的这个概念，我听得非常的。非常的震撼，
到了今年培训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在探索的是自己。新发艺的29位慈济人立志闻声救苦，人生从新开始。戴新闻真是美之工，桃园报道。今天北部地区呢，很明显的感受到天气是又湿又冷。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回温转晴，但是气象局提醒，本周还会有两波的东北季风影响。接下来周三会有一个小空档，各地都是稳定的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但是很快的下一波的封面跟东北季风又紧接着来报道，预计会在22号这一天封面通过，那23、24这两天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也比较容易下雨。那天气的变化大致上是以周三的天气是最为稳定的，所以民众要多多把握周三一天的好天气。另外，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目前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可能发展成为第28号台风万仪，但从目前的路径方向看来，距离台湾还相当的遥远，对台湾暂时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预计会为台湾带来水汽。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前几个月有2只小象诞生了，现在呢满3个月，小象的健康状况良好，两只象呢会玩耍，而且有时候呢还会有阿姨出来劝架，模样相当的可爱。新闻最后就带您一起来看看，同时感谢您收看，再会。